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。今日請嚟好朋友啦，前投資銀行家 Eric 啦，歡迎歡迎。你好啊 ，Debbie。上年冇嚟咯喎。係啊係啊。原來翻咗美國。係啊，之後翻翻嚟啦。之後翻翻嚟嚇，咁啊，今次咧就一翻到嚟香港咧，咁啊即刻把握機會啦，即係問下方圓。首先佢喺嗰邊咧，緊貼住美國市況啦，好多時能夠目測經濟，都目測到當地投資者取態啦。